唐人街真是个令人怀念的地方。我上次来这儿也是好几年前了吧。那时老爹和伙伴们总爱拖着我来这瞎逛，尤其是过年的那几天，锣鼓鞭炮热闹非凡。到了晚上，大伙就一起到楼顶去看烟花，相约来年还会再次欢聚。可现在这条街已是一片死寂，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腐败的恶臭。我在街巷间穿梭，仔细搜寻着每一处角落，但收获并不多。就在我打算停止搜索离开这个区域时，我却有了意外发现。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玩意儿留在了屋顶，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还能不能用，但一个略显荒诞的念头浮现在了我的脑海。这些年我早已习惯了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与变异者们周旋，但此时此刻我却想要惊动全城的变异者。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现在正需要这份荒诞。我坐在天台上，看着那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，在夜空中肆意绽放，向这个变异者横行的世界炫耀着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欣赏的风景。希望渡鸦避难所的各位也能看到末世中的这份绚烂。不知道哪里还有烟花呢？